是十一月十五号，就是圣诞节哦。然后我家人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来到新开的这个云顶的这个 Sky 云顶高原的这个 Sky， 大概有60多间新的餐馆，还有一些地方这样子哦。然后它就是在 First World 的旁边吧，就我们一起走走看看有什么东西哦。
二天的时候，因为它之前是在比较低的位置那边的，它这个新的装修过后的这个阿瓦纳的 Camel 这个缆车呢，它是在比高一点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那个路程是变短了，然后还是变快了一点。然后这个缆车它的费用是单程8块钱，然后就是说你要去和回的话就是10块咯。然后个人对这个评价是它算是蛮舒服的，就是它很快嘛，然后它也是没有这样摇晃或者停下来样子啦。然后一路上的风景也不错，就可以看到云啊，可以看到一些森林啊，热带雨林的东西咯。可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它的距离是蛮短的，它从那个半山也不到半山，就是基本上就一段小小的路，从那个庙的在低点上去到那个云顶那个路不是很长，所以它收单程8块，然后双程10块，我个人上次觉得没有很值得啦，因为16块我可以在云顶里面找一个餐厅吃吃一餐好了。因为它那个距离就如果我是从对讲医保啊从那些地方驾车上来的话，我有车的话，然后我还把我的车扒在下面那个卡旁那边，就是感觉上有一点点不是很安全啊。就我既然我都带我驾车上来了，为什么不要直接就是花那一点点时间上去这样子呢？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啦。可是如果你们觉得上山的那个时候这个车很吃力啊，或者是你想体验一下新的那个 Avenue SkyWay 的话，是建议你们可以去 try 看啊。可是个人觉得是有少少的贵一点啊。然后这就是我们那天去云顶过后，就是坐那个新的缆车的一些看法了。